这是针对你的噬心迷魂阵，低头！还不赶紧放弃！我只要拿到天心花蕊，只要你给我，我立刻就走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要么走，要么永远也走不了。想清楚了再说话，我可没时间在这儿跟你耗。 我只要拿到天心花蕊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你们这样弄虚作假，企图用金钱收买人心，还自称是天下第一了，简直可笑。看来是谈不通了。既然你一心找死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利索点，收手。 尹刀客，你女儿的病怎么样了？听说现在靠汤药续命，那些名贵的药材像流水似的往里送。你以为凭的是什么？在我这里不听话，就只有一个下场。什么灵士？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。 叩见魔尊，魔尊为何突然来到元都？之前也未曾听说。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来了吗？有件事情要你去做。 这天都黑了，凤舞还没出来，不会有事吧？小姐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没事没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
这个迷魂阵法力很强，要完全恢复的话，还得要一个时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是顺路来看看你。没那么顺吧？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天下楼的？ 你是不是为了提升灵力，所以才冒这么大的险？才不是，我是为了我朋友朝歌拿解药。你想多了。那看在你这么着急赶来的份上，上一次的事就算。 这是你应得的，收着吧。你费尽千辛万苦，不就为了他们吗？这是什么？西式流传的曲谱孤本。哦，我又不会乐理。 给我真是可惜了。嗯，天星花蕊，尹道客，对不住，你女儿应该也很需要这个吧？ 我女儿已经不需要了。我的女儿，她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。她说了跟你一样的话。她说：“爹，天下之大，为什么要在一个天下楼终结一生啊？”她瞒着我。 把药都倒了，没事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未来的日子，我要为了他，去游历整个大陆。那我祝你得偿所愿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。 找到自己新的意义，凤舞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凤舞，娘，我成功了，平安就好。小舞，你终于出来了，吓死我了。昭哥，我拿到解药了。 老林宗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还不快去追！是。此人到底是谁？你男朋友怎么样了？ 服了天星花蕊熬的药，已经睡下了。
今天谢谢你哦。现在不怪我了。我想过了，是我太偏激了。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，想让我更进一步。但我们要是因为这件事而无法在一起的话，那以后要是遇到更多的困难的话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门当户对的事，我在乎的就只有你。如果你知道我不是凤舞，还会依旧对我这样好吗？小二，给我两壶好酒。好嘞。碧落宫的女弟子不是向来自律，怎么也会放纵买醉啊？您的酒。刚好我今天也不痛快，咱们就当结个伴儿，喝小杯有什么意思？嗯，堂堂暗夜幽亭的少主，又是为了什么不愉快呢？你既然认识我，久闻其名，如雷贯耳。碧落宫的神女不也有烦心事？你居然也认识我。这乾元大陆上稍微能打的人我都知道，更何况你也算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了。幸会。既然你有你的不愉快，我有我的烦心事，那咱们今天就彼此不过问，全当借酒浇愁了。嗯，好。少主，您这受伤了怎么还去喝酒啊？我小伤而已，阁下守卫森严，慢点，我没能得手，是我轻敌了。哎，少主就别想那些了，咱赶紧回去上药。此事别让魔尊知道，我得找个时机再次下手。慢点，慢点。昭哥，睁开眼看看吧。别哭了，再哭就不是小胖子，就是小哭包。好啦，以后啊，再也没有人敢嘲笑你了。嗯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早啊，秋林。哇，昭歌姑娘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啊？是呀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好漂亮啊！
玲，你先忙吧，我先去做一件新衣裳。啊，哇，这天仙花蕊真的有奇效啊！六小姐，不对，去那边看看。是，这边看过了吗？别出声，要是被他们发现了，我们的关系可就说不清了。我们刚看到一个黑影往那边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明明就是去了。让开！你们要干嘛？六小姐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六小姐，这好歹是我家小姐的闺房，你们这样闯进来不好吧？吴小姐，对不住，府里进了贼，我们刚搜查到这里。抓贼理所应当，看看怎么了？我还要仔仔细细的搜呢。你不要太得寸进尺，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，给我出去。怎么还要我请你们不成？你别以为自己闯天下楼成功了就能怎样，这么爱出风头，你当心登高跌重。走。秋玲，你去帮我做些吃的吧。出来吧。这个凤流是不是总欺负你？要不要我帮你教训他？哎呀，不用了。你突然来这里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想你了，想过来看看你而已。你下次能不能走走正门？好歹也是暗夜幽亭的少主，有正门不走，非要做贼，哎。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习惯就好了。况且。如果我走正门，那别人就会知道你我交往密切。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和暗夜幽亭？这有什么的？虽然人言可畏，但是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况且暗夜幽亭怎么了？暗夜幽亭不也有你这种，虽然长得有点吓人，但是并不蛮横暴虐的灵士吗？况且你也不坏啊，只不过行事偏激，随心所欲罢了。玉明爷，你真的认同暗夜幽亭的行事作风吗？我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暗夜幽亭的行事作风也深入我的骨血，力量、荣誉、掠夺，这都是我与生俱来的。我，你只是不敢选，没得选罢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我娘亲面前胡说，那个迟早是小姐夫君的人是你吧？我没有下重手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逗你玩的。你昨天没受伤吧？我本来想去看看热闹的，但我突然有事。啊，我没什么，昨天也算是有惊无险了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锦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就当做给你的谢礼啊。
这可是至宝青灵散曲谱。你真的送我了？这个放在我手上也是一本废纸，给你的话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吧。多谢，那我就收下了，就当是你送我的生辰礼物了。生辰？今天是你的生辰？只不过从小到大都没人替我操办过，久而久之也习惯了，最多就是今天不杀人了，当作庆祝而已。凤舞，我希望以后我的每个生辰都有你陪我过，你愿意吗？那个不。你别多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。你的丫鬟快回来了，我得先走了，有事就到城东张记面谈，留口信找我。下次找我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啊？总是那么突然。刚刚那个人他之前去过哪里呀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他身上恰好有我们下一步需要找的星辰碎片的灵犀。星辰碎片？是啊，星辰碎片乃是集天地精元之物，本体是君武一族传说中的仙法神器招魂灯，后来天地动乱，神器被分成三块，散落于四处，下落不明。那后来呢？你要是能集齐三块碎片，集天地精元，你师父就能被唤醒了。真的？那它长什么样子？去哪里才能寻得？星辰碎片行于万物，谁也不知道它现在固定的形态是什么，但部分灵兽能感受到微弱的灵犀。刚才你所遇之人一定近期曾触碰过星辰碎片，你不妨顺着这条线索前去调查。玉明夜，星辰碎片。确定是玉明夜？千真万确。昨日我外祖父在严家与严灵尊商议事情，目睹了始末，及时出手相助，才让他无功而返。此人是暗夜幽亭的守法作风，而且有能与我外祖父过招数次的灵力水平，一定就是玉明夜。我外祖父认为此事另有蹊跷，所以不敢大肆宣扬，让我与你商量。那玉明夜的目的你们清楚吗？据说是一个能工巧匠所造的碧水青天瓶，此瓶为炎灵尊家传至宝，一直放于藏宝阁中，玉明夜应该是刚摸到边就被发现了，所以无功而返。外祖父之后也借来查看过，说是除了异常名贵古朴之外，并无其他特别之处。花瓶？这玉明夜虽然平时爱吹点小曲什么的附庸风雅，但也不至于为了一个花瓶就以身犯险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那他后来去哪儿了？玉明夜虽然受了伤，但仍有一番能耐，严家的家丁后来便跟丢了，失去了踪影。他要那个碧水青天瓶是因为吴有道。吴有道？没错，就是吴有道。您是说不老灵童吴有道？这个吴有道跟宁世恩情同手足，宁世恩喜欢剑，吴有道喜欢书画古玩。碧水青天瓶他找了很多年，如果作为见面礼送给他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宁世恩可是当今军武学院的宁院长。他们两个人相交多年，修为也在伯仲之间，但是宁世恩他出身军武一族，而这个吴有道无门无派，无师自通，修为灵力自成一派，是多少平民灵士心中的楷模。
长久以来，有很多人去打探他修为增长的窍门，但都一无所获。可经属下所知，这位不老灵童数十年间漂泊不定，云游四海，又如何能将碧水青天瓶送于他手呢？军武学院已经招他作为监院，不久就会回到元都。所以魔尊希望借此拉拢吴有道成为我们的助理，若能因此知晓他修为增长的窍门，那我们暗夜幽亭必将实力大增，掌控乾云大陆。如此重要的任务，属下竟未能完成，是我无能，请魔尊降罪。罢了，上一次确实也不是什么好的时机。我将再探严府，将碧水青天瓶拿来。像吴有道这样的高手，要是被暗夜幽亭所用，不知道得生出多少事端来。君老大，吴有道既然是军武学院请的高人，难道还会存有二心，靠拢暗夜幽亭那样的魔教吗？人心是最难揣测的，更何况是像吴有道这样自立门派的领事。那既然如此，当然不能让玉明业得逞了。这个瓶我们也得拿过来。吴有道近日就将抵达元都，玉明业一定等不了那么久。我们几个分头行事，我去严府看看，你们两个一个去盯着玉明业的行踪，另外一个去打探一下吴有道的来历。是。小心着点啊，不要把我的东西推着碰着。玉明夜呢？刚还看到凤舞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啊，你是不是在跟踪玉明夜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也是？哎，我这不是看他可疑，所以才跟着看看吗？那也不行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以后离他远点，这事儿你别管了啊。那可不行，万一事关重大，我也想出一份自己的力啊。那也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，你还是回家去吧。我才不信呢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去找玄毅，他向来办事都很稳妥，而且知道的肯定比你多。别！这是君老大交代的任务，不能随便说。你不说是不是？行，我就去问玄毅，到时候还要告诉君凌渊，你把人给跟丢了，看你在他们俩面前还有没有面子。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说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不过你一定要保密啊。嗯。原来，玉明夜的目的是炎灵尊家。哼，
李八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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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八
恭喜严灵尊，喜得灵儿啊！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招待不周啊，请见谅。来，恭喜严灵尊，里面去坐吧。师姐，你是？你也来了。朝歌，你是朝歌，你恢复了。我和碧落宫的师姐妹们，还有师父，都会替你高兴的。朝歌，你自己来的吗？我跟小五一起来的，她肚子疼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师姐，我们一起看看孩子吧。嗯，走。好可爱啊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宁夫人来了，快请，快请，快请。哎呀，我当时妹妹刚生产完，精神这么好，在这儿招呼客人呢。原来是小妾代行其职呀、啊！你，这正主大夫人都还没说几句话呢，你一个小妾瞎蹦跶个什么劲儿？你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孩子的生母呢。讨厌！别说了，你别管，你看看孩子。哎，对了。你看见凤舞姑娘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次啊，还多亏了凤舞姑娘，要不然我也不能如此顺利的生产。是啊，这孩子真有福气。这位五小姐最近也闯了天下楼，确实是一名奇女子。连碧落宫的左神女都这么夸赞凤舞姑娘，我真替她欢喜。老爷，贵客到了，在书房等候。贵客说了，请您和严夫人一同前往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快去吧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你呢？府上来往贵客众多，你们守在这里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是是。那既然目的一致，我们就先合作。只不过今天守卫比昨天多了不少，不太好办。你放心吧，我既然来了这里，自然有自己的办法。君殿下大驾光临，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。严灵尊，严夫人，许久未见。那日相助之事，还多亏了君殿下帮忙。是啊，要不是您出手相助，我们这孩儿的性命怕是就不保了。对了，君殿下，您此次前来是所谓何事啊？救火了！快去救火啊！救火！走，快，快走，快！这个父母还敢说我，放火这种事情他也做得出来。彩凤娘，这就是碧水青天瓶吗？嗯，玉明夜应该就是因为碰到过这个瓶子，我才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些许星辰碎片的灵犀。可不知为何，这瓶子身上的灵犀仍旧如此微弱。哎，你走得可真快啊！听闻贵府今日来遇贼，想来有些蹊跷，特意来打听一下当日的状况。那君殿下是觉得这其中还有隐情啊？老爷，老爷，别院起火了，但已经扑灭了。好，没事就好，下次需多注意，退下吧。是。
何事啊？最近天干物燥的，这放在别院的柴堆不知怎的就无缘无故起火了啊，不过外已经扑灭了。走了。风少阁主，君殿下呢？风少阁主，君殿下不在，还没有回来。风少阁主，方才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说是事关人命，非常紧急，需要君殿下亲启，但君殿下又迟迟未归。没关系，给我吧。性命不保，水相接。坏了，君殿下，前面就是藏宝阁了。这下好了，咱们在这里面不是被等着瓮中捉鳖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似乎没有什么异常。严灵尊，这个难道就是昨日险些被盗的碧水青天瓶？不像，真品恐怕另存别处吧。君殿下真是好眼力啊，确实这并不是真品，不知圣子是如何得知的。这些密室里怎么还有一个？真品之所以是真品，必有它不俗之处。我在这个瓶身上感受到了些许灵犀，但是很微弱，想必是与真品在一起存放很久导致的吧。这碧水青天瓶毕竟是传世名作，也是我家族多年传下来的至宝，自然不能轻易示人。真品一直被我藏在密室里。奇怪，何时有人动过？难道是来人？有窃贼闯入藏宝阁，估计此时正被困在下面，你们几个进去，务必要把人给我抓回来。是是。且慢，严灵尊，这密室之中可否有其他出口？有一条备用通道直接通往花园，不过它的开关设置极为隐秘，是在一个紫色花瓶下面，那窃贼肯定是找不到。目前对方是何方高人，以及对方的目的，我们都暂且不知。若是贸然就派这么多人下去，怕是不妥，毕竟真正的碧水青天瓶还在里面。那君殿下可有其他方法？若能保住碧水青天瓶，在下感激不尽啊。你们就在这守着，我独自下去降低对方的警戒。一滴泪混沌。
七曲傍文字，桃回纸张凭我肉眼一双去凝望，鲜活不必端庄如你，含笑坦荡所有爱的原型在脸上传世流长。多久一点偏爱遥远一个我，欲言又止离，竟是人间样。我修炼爱情的小倔强，细细又生生不自量。若等一次花开，要落一身霜，听罢风鸣声，人间无绝响。我迷恋爱情如同诗画，赴一路蓝缕千年香。我迷恋爱情如同诗画。